是我跟嘟嘟两个人同班生的，那个时候还没有黄健，不是黄健是大学的时候，然后他那时候去当兵，然后我跟嘟嘟两个人完成了第一章的929。那那个时候我在台北都去住他家，他家里有狗狗有猫，然后我们就住在那边，然后骑脚踏车。那他家是在东区那里，所以我们每次都要去那个录音，就穿拖鞋、四角裤，然后骑脚踏车经过东区，然后哇哦，什么拉屎之类的，还是 whatever， 就是，然后就度过了